8月15，月儿明，家家户户吃月饼，芝麻豆沙，莲蓉馅儿，名家口味各不同。不信，请看名人家的月饼。这是徐志摩家的月饼，再别月饼。悄悄的，我拿了一块月饼，然后又悄悄的去我的嘴巴不留下一丝痕迹。李白家的月饼，月饼丝，床前一书光，疑是月饼香。举头往前看，原来水滴光。曙光初照燕波汀，中华儿女居海外，不爱披章爱月饼。月饼，这是杜甫家的月饼。哦，赠月饼，温肠月饼最传情，半是豆沙半莲蓉，此饼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这个月饼，海家的月饼，面朝大海，花好安绿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劈柴喂马吃月。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还有一块月饼，酥软香甜，花好月圆。这是毛主席家的月饼。又是毛主席家的月饼。黄叶送秋归，红叶迎秋到，已是中秋迎佳节，就是月饼俏。俏也不争锋，自把佳节到。待到月饼全进肚，他在偷偷笑。哇，这又是谁家的月饼呢？这是琼瑶家的月饼。哦，我有一块月饼，不知与谁能共。多少欢乐在心中，欲诉谁都能懂。窗外秋高气爽，窗内歌舞升平，几多好友尽钟情，胜过一帘幽梦。等会来看吗？好，快冷点。哎呦，好，一二看我。哎，还是我们家的月饼好吃啊。还是我们家的月饼。他们家的月饼甜。好，
一会儿吧，我跟你说，小地方家的月饼。